进到每年中钢的股东会领取的纪念品都是备受大家的关注跟期待。那么今年领的呢就是不锈钢的砧板组合。虽然五月已经开放大家领过一波，但是很多股东是采线上投票，因此呢中钢也是紧急追加更多的不锈钢砧板组的数量哦，让大家从这个9月24也就是今天开始呢为期三天可以开放再来领取。台北高雄都有地点可以领，很多人呢是赶在上班之前赶快先来领一领，有人领三份，甚至还有人领到18份，这么多。先来听稍早访问。你这个状况归纳，18份哦。你是帮人家领的还是你自己的啊？这个是代领的啦。哦，不是啦，帮朋友，帮朋友领的。出鼻头不会社会念念吗？对啊，很平易很。那你自己有几张啊？我自己6张。哦，给阮囝、阮新妇嘿。安尼会当领几份啊？啊，6张6份呐、啊！啊，一无限呐、啊，吼、哦！有啊，那个有啊。啊，每年的都很好哦，今年的喜欢吗？可以啊，可以，还行。哎，刚刚讲，刚才休息的。啊，纪念品是不是要求是三份？三份。对。那为什么上次没有领？因为我们是领股，他已经发完了，就是他补的。所以上次有跑几个点没有领到？我就跑这个点而已啊。就这次来领，对对对对。嗯，那这个砧板你有特别爱，或者是？嗯，当然，因为我是中钢的发的纪念品都很不错。好，能看到其实阿姨她是帮促笔淘部的家人通通大家一起领一领，当然呢也有一些领股的股东上次没有领到，赶快这次就来补领哦，起了个大早，当然呢就顺利来成功领到这个不锈钢的砧板组。那么虽然呢这个中钢的股票近期哦是个价格是比较低一点点的，但是其实它的股东人数还是高达 129.9 万，比去年同期是多了 9.8 万人，所以还是很多人持有这个中钢的股票，这个开放大家领取不锈钢砧板组也依旧是备受关注。